卢拉总统因病退出访华后，双方一直就有关访问事宜保持密切沟通。卢拉总统康复后不久，即率大型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，充分体现了中巴两国对此访和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。中方愿同巴方一道，以此访为契机，推动两国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提质升级。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，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，注入更多正能量。